化腐朽为神奇，待会大家听到的就是爱卿在刚刚过去的40分钟借由所有听众朋友今天生活的点滴为我们写出来这首歌，这首歌就代表着2013年8月19号的台湾，我们热烈掌声欢迎耶、yeah! 好的，要来唱这首跟大家一起创作的歌曲了，希望你可以在里面听到你自己。今天2013年8月19号台湾的纪念，也代表我们对明天更好的台湾的向往。好，节目还有最后的50秒钟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好啊，来，我们在爱卿的带领下一起唱这首我们现场创作的歌。 OK， 来 1 2 3。 眼朦胧看着你赤手时装破头，忙忙接电话个喷嚏，却还是很快乐。一盏又一盏，从前换 U bike， 我停止微笑，梦想才真实。就用这首歌献给爱卿，献给我们所有的听众，献给美好的台湾。2013年8月19号，是的，告一段落，相信。